要演好一个角色，啲戏除咗由内心散发到身体嘅每一个部分之外，亦都可以靠外表同埋造型力感染翻你嘅内心。所以我觉得蒋世龙呢个角色系一个有 tattoo 嘅社团 boss。但系如果你下出戏唔再揾你做黑社会坐馆，咁你个纹身点算啊 ？Don't worry about it。你知唔知我演每一出戏，我都当系人生最后一个作品咁样嚟演。日本巨星松田优作，佢曾经为咗演好一个角色，剥咗4只牙。我只不过印啲嘢喺背脊，算得啲咩？